有一个中国城，一群中国人在经营，80%的中国商户销售着中国的商品。在这样的中东地区，这样的沙漠之地，这群中国人将会上演怎样的故事呢？今天就让罗峰带我们走进阿芝曼中国城。中国城是中东地区少数几个完全由华人控股的大型投资项目之一，时到今日已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中国商品采购中心。罗峰作为阿芝曼中国城的经营管理者，初期选择海外投资，他遭遇了哪些阻碍？因为当时中国城的经营管理公司，他已经呢拖欠了当地政府的租金达了2000多万迪拉姆，像阿芝曼政府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王室啊，对这个中国人，他就开始逐步的不信任，他觉得中国人可能就是喜欢吹牛、说大话，所以当时第一次我们见面呢，就不欢而散了。对，面对困难，他与他公司团队又是如何从众多公司中脱颖而出？成为阿芝曼中国城最大的股东。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其实现在来说人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一个决定，我们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就完成了全部的收购过程。这3个月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是基本上可以用秒表来计算，我们必须精确的计算每一步，所以当时工作强度是非常大，最少的时候可能整宿不能休息。让我们从他的口中了解阿芝曼中国城的故事。罗峰先生您好。你好玉溪。很高兴接受我们的访问哈。您是因为企业进驻到中国城而来到迪拜的是吗？是的。那个时候的中国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个时候的中国城啊，它已经是属于波澜壮阔。波澜壮阔。对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当时的话，这个项目已经陷入到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会用到危险来形容吗？对，必须要用危险。因为当时的话，这个中国城的那个经营管理公司，他已经呢拖欠了当地政府，也就是阿芝曼自由区的租金达了2000多万迪拉姆。2000多万迪拉姆。对，在而且这个项目运营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包括装修啊，包括那个空调啊，等等等等一些这样的一些各种拖欠的款项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当时的话，就在中国城经营的商户也是完全看不到希望和未来。同时当地政府，像阿芝曼政府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王室啊，对这个项目也是比较失望，所以当时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就直接要倒闭的意思是吗？这个项目它是这样的，当时的话呢，就在这个商户当中也流传了一些传言。怎么说？也就是说在这些股东在寻找买家之前呢，当地政府阿芝曼自由区呢，他是想收回这个项目，
要么就是我不让你们再经营了。就是说这当地政府想要自己做是吗？对，因为他当时觉得这个项目已经失控了，已经偏离了他们当时投资时候的那种想法，已经完全不一样。那你假如说让他们自己收回去的话，他们会做好吗？如果把这个项目收回了，那对我们来阿芝曼投资的原来的中国的投资者那些管理方来说啊，是一次非常大的损失。他们不但要承担他们的投资失败，也就是他们的投资将分文收不回，而且还要承担连带的一些责任，比如说他必须要偿还那些欠租，必须要支付滞纳金，同时还要负责赔偿给当地政府造成不良的影响和一些经济损失。所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个对于投资方来讲，这个损失是非常惨重的。损失会达到多少？因为这个项目陆陆续续就投入改建啊、装修啊、添置设备啊等等，可能已经超过人民币上亿了。中国城这个地方顾名思义是汇聚中国元素在里面的，包括中国人、包括商品等等等等。那在这里面做生意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中国城呢，原来叫做中国中东小商品集散中心。我们简称中国城叫 China Mall。它的中国元素包含它是由中国投资者由中方经营管理，那么由中国商户来经营中国商品的这样一个中国城。它在我们博盛集团收购外方的股份之后，实现全部由中国人来经营管理之后，才是真正实现这几个名副其实的中国城。现在是咱们股权已经收回来了是吗？对，现在我们已经占了这个中国城的63%的股份。那么另外一家股东公司呢是广州金波斯，所以这两家呢是由中国公司控股，中国公司参股。那么现在是由我们博盛集团来管理这个项目。现在在中国城的中国籍商户大概占了80%。那会是什么样的人会到这儿来买东西呢？这个阿联酋呢，它当然处于那个大中东地带的中心位置，所以来阿联酋消费，包括到我们阿芝曼中国城来的，也是属于大中东地区的人。它包括有海湾的这些国家的，巴林啊、阿曼呐、所以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人对吗？不光仅仅局限于这个中东地区，还包括北非，还有中亚，还有东欧，包括俄罗斯，所以它的辐射面是非常广的。中国商品受欢迎吗？非常受他们欢迎。原因在哪？第一，中国商品的品种非常丰富；第二呢，中国商品价廉物美；第三呢，中国商品现在呢就是已经是逐步的替代了很多国家的那个产品，所以他们对中国商品非常熟悉了。因为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啊，中国商品在全球都掀起了一股中国商品风潮。为什么？它会开拓出市场，它的优势在哪儿？一个是价格低，第二品质好。这是所有中国产品的一大特点，对吗？对，大部分中国商品都是给当地居民这种价廉物美的这种感觉。还是很亲民的哈。是。在了解中国城这个项目的时候，你或者是你们集团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对于我们做投资来说，海外投资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风险问题。这是第一次做海外投资？对，这是我们集团走出去的第一单海外投资业务。它当时是属于湖南省最大的一单海外收购项目，它也获得了湖南省商务厅的支持。同时呢，对我们集团全球战略海外投资来讲呢，也是开了一个好头。作为一个首单啊，开了一个好头，当时你们了解这个项目的时候最关注哪些问题？当时我们就是要关注的话，当地政府对这个项目怎么看，这个项目本身蕴含哪些风险，我们需要从财务投资哪些方面来解决一些问题，这都是我们当时所关注的。关注的结果满意吗？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背景，当时呢中国城呢处于即将被阿芝曼政府收回的这种危险的境地，
所以呢，当时我们董事长呢，也是觉得不能让中国人投资的这个项目，被外方收回。实际上也是想给中国人争个脸吧。是带着爱国情怀的。是的，我们老板呢和我们当时都是有一种爱国情怀在里头。中国人的企业怎么可以让他？对，我们有这么多中国商户，还有中国商品在里头经营，怎么能让他就这么死掉呢？或者夭折呢？所以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其实现在来说，人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一个决定。我们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就完成了全部的收购过程，这在很多项目当中呢，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收购的这个动作很快，非常快。过年大概是2月份，然后我们4月份就回到了迪拜，和我们这个外方的控股方的代表、股东代表见了面。当时谈的不是很愉快。有多不愉快？因为当时控股方是外方股东。而作为我们收购来说，我们需要控制这个项目，所以我们希望的是收购这个控股权。你们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样子？对，当时我们也是想，如果是这个项目我们要进来的话，那么首先我们投入真金白银，我必须要能够控制这个项目，我不绝对不可能把钱投进来让别人来玩。而我们当时的外方股东他也是比较强势的，所以的话呢，应该说第一次见面我们没有谈成，不欢而散。对对对，因为当时他表示他们可能第一呢，或者我们收购其他的那个参股权，或者我们把这个项目整体全部收购。当然整体全部收购对当时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冒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海外对这个项目应该来说是非常一无所知。对于我们企业是属于湖南省的一个企业，属于内陆城市，那么对海外的这些投资环境啊，法律法规啊，各方面来讲都还很有欠缺，有一点摸黑走路的感觉。是是，这个从我们投资的角度来讲风险太大。所以当时第一次我们见面呢就不欢而散了。对，对方是什么带着什么样的表情走的？对方是很遗憾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你们回去之后放弃了吗？我们回去以后实际上一直都挺关注这个项目的一些进展，因为当时我也说到了这个项目本身遇到很大的困难，双方中方的股东和外方股东都在寻找的投资人来收购这个项目。所以一直到2014年年初的时候，因为这个项目已经非常非常危险了，那个阿兹曼自由区已经把这个项目公司已经告上法庭了。当时传出来给我们的信息是，如果在3月18号之前不能够按期的去偿还这个债务，那么法庭将会把这个项目判决由这个阿兹曼自由区收回。算是一个意外的消息吗？应该也说吧，但是与我们的预期，我们也曾经做过分析，认为这个项目它肯定还是要卖出去的。对于我们这些有心要买的人来讲，是存在着很大的机遇的。然后我们在3月初呢，又到了迪拜，就和外方的股东、股东代表，进行了很深入的谈判。这是第二次。对，大家就收购的那个合同的各种细节、价款、付款方式，还有一些那个违约条款等等，进行了很详细的谈判和讨论，达成了意向。已经达成意向了。对，达成了初步意向。和第一次见面差别很大。差别很大，因为这个时候外方他也急于想把这个项目能够，从好的方面来说呢，把这个项目拯救下来。另外一个，我们湖南省商务厅还曾经组织了那个湖南省商务代表团，到我们阿兹曼酋长国，与国王见面，与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机构签订那个经贸合作协议等等等等，包括我们的大使、我们的总领事都曾经到拜访过阿兹曼的酋长，这些都是客观上给我们了很大的支持。他们是因为咱们的这个项目而去拜访国王吗？对，因为在阿兹曼地方呢，我们这个项目是属于最大的一个中国人的项目，那么就项目的规模来讲，它在中东地区
也是一个最大的由中国人投资的、中国人经营管理的一个这样的商业项目。从了解到这个项目到签约下来，你刚才说的好像短短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对吗？对，3个月时间。时间这么短，是因为很顺利吗？这3个月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是基本上可以用秒表来计算，我们必须精确地计算每一步。你们当时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非常非常紧张。当时我们这个谈判小组，大概是5个，包括一位律师。我们对每一步都必须要进行精确计算，所有的法律文件必须由我们亲自准备，我们要设想和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所以当时工作强度是非常大。一天能休息几个小时？最少的时候可能整宿不能休息。大家都坐在一起在讨论，有时候要必须分头行动。分头行动，然后回来以后大家就必须开会讨论。在讨论的时候，由于每个人的那个观点不一样，经常会发生争得脸红耳赤的时候。拍桌子吗？有，也会拍桌子。对，但是争归争，最后目的只有一个，如何把这个站在我们自己，站在公司的立场，我们投资者的立场，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然后去解决问题。在这3个月当中，谈判了多少次？可能20-30次吧，就是因为又经常又因为一些细节必须进行沟通，沟通完细节以后，就合同的条款，那么就是说互相有一个讨价还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要坚持我们的原则，对方他也肯寸步不让，那么就必须要想尽办法去磨，去泡。对，最后终于双方要达成一致。这是指和外方的谈判。那个时候谈判有刁难吗？由于以前这个项目的经营管理者和当地政府之间的一些摩擦，造成了相互的不信任。不信任。对，所谓的摩擦就是这个对这个项目的理解，那么外方他对这个项目有一个很高的预期。外方是一开始预期很好，觉得你们一定会做得非常棒。是。然后现实对，现实就是呈现给他们的是一些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欠租了，然后这个场馆管理不善呢，商户经常去投诉了，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一些具体的问题，就导致了这个外方的管理者呢，就是自由区呢，他对这个项目就抱有很大的成见，特别是。对这个中国人，他就开始逐步的不信任。他是已经影响到整个对于中国人这个代名词。对，已经上升到对中国人的一个判断和感觉了。他觉得中国人可能就是喜欢吹牛、说大话，而且就是说话不算话。他会直接说吗？哦，你们中国人说话不算话。有。包括我们后面跟他接触的，尽管我们再三说我们不一样，我们和我和前任的那个管理方不一样，他们会直接说你们说话不算话，说你们。对，他们看人的表情都是这样子，就是比较傲慢的那种，因为他们会感觉中国人都一样。对，所以当时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双方的这种不信任深深的已经存在他们脑海当中，所以对我们增加了非常非常大的难度。我们首先必须要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去扭转中国人在他们头脑中的形象。你们都做了哪些事来扭转这些形象的东西？我们进入项目以后外方的股东呢，他们就一直在看我们究竟是不是真正来干事的，所以他们一直在冷眼旁观，对我们的支持基本上也是就是让我们放任我们自己去做。所以当时我们顶着这些压力，我们就拼命做好我们自己能为中国城所能做的，比如说去增加广告投放啦，我们在那个当地的报纸、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的报纸，还有一些媒体上做宣传广告，然后增加了客流量。在那个商场管理方，我们把那个商场的那个环境进行了提升提质，比如说我们做了很多绿化，然后做了一些灯饰等等等等。通过这些呢，
外方的管理者他们也看到了我们是专业的，有改变，有改变，然后他们就开始给我们一些配套的支持。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中国城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完善，也进一步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但是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场馆内部的不完善，管理方面的不健全，租金的上涨，许多商户十分不满现状。他们非常愤怒，跑到办公室跟我们谈判，甚至最后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组织来跟我们对抗。当时有一个商户带着他儿子拎着那个斧头就冲到管理方的办公室，当时就把那个斧头往那个桌上一砸，就说谁敢涨我的价，那种情况，那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恐怖吓人的。面对种种险境，他是如何化险为夷呢？当时接手中国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当时中国城在商户的眼中啊，有几愁。愁？有几愁？都已经变成湿了吗？天热的时候呢，没空调。嗯。然后那个我们中国城的那个就像一个大蒸笼。那些阿拉伯人是特别害怕热的，嗯，那么他们对这个购物环境非常非常不满意，这是一愁。第二愁呢，就是愁下雨，因为我们在那个阿联酋呢沙漠地段，就是一两个月它是会有下雨的时候，雨量特别大，特别急。那么因为这个沙漠地带，它这个国家呢就有些特点，就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防水。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的那个阿布扎比、迪拜和沙加都在考虑这个市政的排水供系统的这个建设。那么在以前呢，它是一直是没有这个排水系统的，一旦下雨的话，那道路就会会被淹没，因为那个他们原来靠的是雨水渗到了沙子当中去排水。那么对我们中国城来讲呢，它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漏雨，房子上面房顶漏水，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对我们商户的损失是非常大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没有下水道，所以我们那个污水管道啊，它就不通畅，因为很多那个雨水它是排到沙底下的，是往地下渗的啊，那么渗水不及，它就倒灌，然后那些污水啊雨水就会通过那个我们的那个洗手间呐、或者是排污口啊，就倒灌进场馆，所以是非常头疼的事儿。第三的话呢，就是整个商场啊，开业三年多呢，没有那个 CCTV 监控系统，这样的话就是属于有安全的隐患，对于这些我们的商馆去执法也是有很多难度。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说消防设施不健全。哪方面不健全？因为基本的消防系统，比如说烟杆呐、喷淋系统，开业三年多都没有把它建好，所以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那么在阿联酋的话呢，这个常年高温，发生的火灾呢也是非常非常凶猛。所以来讲，作为一个人流很多的商场来讲，没有消防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都是我们在我们进来之前几个最明显的问题。如果作为一个顾客打开中国城当时的中国城的大门的时候，他进去的感受是什么？闷热，对，潮湿，是。有异味吗？对，因为在阿拉伯地区，那个对洗手间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接管这个项目以后，我们把原来所有的洗手间全部把它封掉，逐步啊，逐一的去把进行了改造。扩大了吗？既扩大了，而且让它的档次提升了，重新进行了装修。第二个呢，我们增加了两个祈祷室，为了顺应它的那个宗教信仰，我们建立了一个男士供男性使用的和一个另外一个专供女性使用的祈祷室，这一点在当地的顾客当中是受到了极大的好评的。这一下就改变了他们，对，他们觉得啊，你们顾及到我们的宗教信仰，同时也会对你们来讲是有一个亲近的内心改变哈。对，接下来呢，我们就做了一些绿化，对，然后对商场进行一些提质改造。比如说增加了很多装饰性的灯饰，然后我们大力的改造了这个电力系统供应，使我们的空调效果
现在和以前有了质的飞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已经完善了这个消防系统。第四个呢，我们正在着手建立这个 CCTV 中央监控系统，现在正在建正在建。第五点的话呢，就是那个排水的问题。排水的话，对于我们来讲，一个是防水，一个是排水。屋面漏水啊，我们的那个工人非常辛苦，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进行例行的屋顶的防水处理。现在正在进行。正在进行，因为大概12月份和元月份就是雨季就要到来，那么在之前呢，我们首先要进行防水的那个一些作业，然后还对一些漏点进行修补。那么最关键的现在就是要找到这个排水的问题。想起今年元月份，当时那个迪拜下了一场急雨，所有的地方我们停车场都变成了一个就像海洋一样。这么严重，有多深？对，有大概有半米多深嘛，在停车场积水。而且当时我们接到消息，我们场馆客服经理给我们电话，当时已经是晚上12点的样子，他说罗总，现在我感觉这个雨越下越大，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呢，这个场馆肯定会要渗水。因为我们呢，就是场馆呢处于地势比较低，但是马路的地势比较高，那么马路上的雨水汇集以后，因为没有排水系统嘛，它就会倒灌进我们的商场。实际上已经我们的那个商场的那个保安人员和我们的值班人员已经用沙袋把那个门给堵住了，就是防止渗水进来，但是雨水根本就没办法堵，有倒灌的雨水，然后渗进来雨水，当时在1个小时之内，场馆里就已经渗水到1米深了。那损失达到了多少？一楼所有的商品？基本上很多商铺都进水了。当时我们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就马上在命令宿舍的所有的员工。当时是几点？已经是晚上12点多钟，快1点。大家都已经全部。全部到了场馆，我们开始了抗洪抢险。怎么办？往外舀吗？对，靠人工拼命的往外，对，往外舀。然后当然，2个小时以后，因为那个沙地也自然也渗了水，然后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这个水排出去。这样的话呢，大概是忙碌到3、4点的时候，有一些商户朋友也接到这些消息啊，他们为了抢救自己的财产，他们也来了。他看到你们。看到我们的一直在忙着排水，因为当时我们把那个场馆水排完以后，再给商户的那些商铺替他们做扫尾，我们帮他们排水，帮他们擦家具，帮他们去挪动，这个时候他们非常感动。就还有怨言吗？没有了。这一次我跟你讲，我自己都没想象到，因为当时我们正经历着一次风波。因为我们过来以后呢，我们中国城呢做了一次涨租。因为我们这个过来以后，发现很多成本都增加了。那么作为一个商品来讲，商铺就是我们的成本。那么成本增加，我们肯定这个商品的价格也会增加。那么我们做了一次涨租的一个决定。那么当时很多商户朋友呢，他是不理解，因为这些商户是建立在前几年积累的矛盾之上，所以他们对这个管理方式充满着这个不信任，非常非常不满。那么我们过来，正好通过涨租呢，就点燃了这把火。他们怎么做？他们非常愤怒，跑到办公室跟我们谈判，甚至最后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组织来跟我们对抗，号召这些商户到自由区去投诉，前后去了5、6次，最多的时候去了100-200人，对我们的当时是感觉是压力非常大的。但是我们这个呢，也一方面就是做疏导工作，去跟他们讲道理，跟他们沟通。另一方面呢，我们哪怕是在和商户进行沟通和疏导的同时，我们该做的工作继续在做，让他们看到变化，对吗？对，让他们感觉到我们不是那种为了眼前利益捞了钱就走的那种人，而是真真正正想把这个中国城做好的。所以当时这个风波还没有平息之前，那个时候风波还没有平息，对。除了这个下暴雨的事情，我们真是捏了一把汗。你们吓坏了，本来就有肯定啊，风波在，本来正好，他们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攻击我们的一个武器。但是那些商户朋友看到我们连夜全员
在为他们默默地在擦呀、洗呀、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看到了和以前的观念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受感动了。风波是因为这件事儿过去的吗？也不是因为这，但是他们从当中看到了我们这些管理方与以前的不同。那么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中国城的商户还是非常有个性的。个性，对，是的。那么我记得我一个原来的员工告诉我，以前在我们之前的管理方也曾经在那个中国城长租，当时有一个商户带着他儿子拎着那个斧头就冲到管理方的办公室，当时就把那个斧头往那个桌上一砸，就说谁敢找我的价，那种情况，那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恐怖吓人的。哎，但是这一次我们感觉到那个所有的商户朋友他看到了我们的努力，所以在这方面呢对我们慢慢的就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支持到支持，基本上现在是非常非常配合我们的管理，我也非常感谢他们。我想在迪拜这个地方逛街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室外的温度和室内的温度的对比。那逛咱们中国城的时候，现在是不是对比度也出来了？哎，说这个就要谈到这个电的问题了。我们中国城呢，以前呢是没有接入式电的，因为在阿芝曼地区它那个电力比较缺乏，一直是采用那个发电机发电，提供动力，对，自己发电。那么原来的话，因为经营管理不善，而且设备设施维护的不够，所以那个发电机经常出现故障，那就是说不但不可能保证不了这个空调降温，而且有经常会动力和照明都会有发生问题，也就是说会经常停电。是的，那么经常我们商户朋友就是在做着生意，突然一下那个店铺的电就黑了。那么长达多久？短的时候可能是半个钟头一个小时就来电，但是长的时候可能要几个小时。那么不但是因为没空调会热，另外一个安全也存在问题啊，因为突然下黑漆漆的，店内的监控也不能用，然后就会发生一些偷盗事件，商户非常生气，他们就是跑到那个管理上嘛，哎，怎么回事？怎么那个你们什么时候把这电弄好啊什么的？他们就这也是他们不满的一个原因。当时什么样的场面？十多个人还是好几十人？那可能好几十个人。好几十个人堵在咱们的办公室的门口。对对对，这是原来我记得，但那个时候原来的那个商场的那个经理是一个印度人，叫 Deepak。他怎么处理啊？他是非常非常的强硬那种方式，所以他处理起来就容易和商户形成对立，经常就有商户追着他打。对，在场馆里面，在场，因为他的办公室在场馆里面，就追着他打。所以我们很多员工就看着一堆人，前面跑这个印度人在拼命跑，后面在追着打。当然了，一般来情况，最后会保安会把他们拦住，但是这种情况是经常可以看到，还是经常可以看到。是。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现在正在和那个阿芝曼自由区啊在讨论这个接入试电的这个项目，我们也已经进行了谈判，谈了一年多，应该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快就解决了。另外我们对场馆的所有的空调风管呐、所有的那些空调的主机外机啊进行了维护和修理，所以现在空调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我听说啊，项目在扩建，有很多商铺在招租，现有的租户已经开始帮忙着招租，是吗？对对，这也是我刚才说非常感谢这些商户朋友的原因。这一次的招商工作当中呢，他们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和努力，他们帮着我们去介绍朋友，然后呢帮我们去进行招商，同时呢他们自己也有很多人也在新的场馆当中又拿了店。是的，说明赚钱。对，说明他们看好中国城的未来。作为一个海外投资的项目，许多华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中东这个陌生而又神秘的国度，其中不乏许多80、90后的年轻人。罗峰作为一个管理者，也是一位长者，他是如何扮演工作与生活中的角色？我常常给他们煲心灵鸡汤，因为我作为年纪比他们大，然后经历比他们丰富一点的那个老大哥，有些人可能可以叫我叔叔了。那么我是非常关注他们的成长，80后、90后他们个性非常强，有自己的追求，这些都是成功的一个很好的一些品质。但是呢，很多人就是由于经验问题，他可能看问题不够那么深入。
他可能需要引导。面对内心浮躁、个性十足的年轻人，他是如何引导的呢？我们下面有一个部门主管，特别感情用事，上一段感情经历就让他非常非常意志消沉，那人感觉就很非常颓废。我看这样下去不行，这样下去会毁了他。那么我就看跟他聊天，当时他在国内嘛，就为了处理感情问题。我说你快回来，我这需要你。他马上就说好，我马上回。真的，这个员工他对我非常信任。他说罗总，最感动我的就是那几个字，你快回来，我这需要你。让我们继续收看《遇见迪拜华人访谈录》。现在我们的管理啊，还会不会存在于一些问题？现在我们，每天作为一个商场人流这么多的问题，肯定会要处理一些突发状况的事情，比如说仍然会有那个，商铺的店员跟我们顾客发生争执，还有。店员之间发生争执的问题，这些情况我们都每天都会正常处理，但是现在我们的处理水平和能力比以前要强多了。首先，我们和当地的警察局建立了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前的阿芝曼中国城，它是一个内封闭的状态，自己跟自己玩，就是在中国人圈子里头玩。现在我们作为当地一个企业，我们主动地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就是我们不但和他们的酋长办公室建立了很深密的关系，跟他们的经济部、工商部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另外的话呢，我们和他们的那个职能部门，像市政局啊、警察局啊、消防局啊等等这些部门呢，也是建立了很亲密的一些沟通和联系的方式。外界对于中国城的概念，对于中国人的概念已经改变了，是吗？对。当然，作为我们那个集团来说，中国城只是我们立足于中东的第一个项目，既是试水，又是练兵。我们可以培养一些团队。更多的话呢，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去了解中东这个市场，了解他们的法律啊、人文风情啊、民俗啊等等啊，然后寻找新的合作项目。从一开始的不支持，甚至是怀疑和不信任，到现在。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这个一年半的时间，是这个信任是来之非常不易的。你们还会聊吗？聊一年半之前的事儿，然后再笑谈一年半。有时候我们也会聊，他们看着我们也会，因为在谈判过程当中，互相啊，他是就是，你进我就躲，然后你退我就进，那种像一种类似于一种游戏那种感觉。所以现在我们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个主要得益于我们中国现在的那个日益强大。能感受到吗？非常能感受到，特别是像今年九三大阅兵，我们的很多阿拉伯朋友他们也会看。我们到自由区去，那总经理，哎，我昨天你看了九三大阅兵吗？我说我们也看了。然后我就说你们感觉怎么样？哎呀，中国太了不起了。他说，所以中国的强大对我们在国外做生意做投资的这些人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背靠强大的祖国，那种感觉可真是非常非常好，很自豪哈。对，所以我们出来做事情也觉得一定不能为祖国丢脸，所以我们就会拼命的把这个项目做好。因为我们是湖南人，湖南人有九个字可以形容：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怎么解释？霸得蛮的意思，就像湖南人叫霸蛮嘛，像原来说那个南方叫南蛮子，对不对？我们是霸蛮，就是不行的，我偏不信，我就要得试一试。执着。对，有一种对倔强的一种精神，就是看到困难我不害怕，我必须要去解决它，要迎难而上，一种积极进取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头。带着中国的这个责任感。带着一颗中国的责任心，那你们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城的阿芝曼中国城的这个项目是你们的试水，也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对，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磨合自己的团队。是，打造的怎么样？从现在来讲，我觉得我们这个部队还是属于人才济济，通过精心打造吧，一年半以来这个团队已经初具规模。现在我们有60多个人的团队，包括有40多个中国籍的员工。还有20多个，包括有来自菲律宾啦、巴基斯坦啦、印度啦，还有阿联酋本地的这个
多国队伍，所以现在中国城的这个管理团队应该来说是人才济济。我听说福利也不错啊。是的，我们特意从湖南请了两个厨师，再加上一个河南籍的厨师，所以我们有三个厨师为我们的员工解决食堂问题。所以我们的员工到了中国城以后，一个月以后都说要减肥。会胖？对，因为伙食太好了。客观上来说是我们的食堂，因为经过我们的员工评价，确实我相信在阿联酋的中资机构当中应该能不算第一，也应该能排第二。这是吃。然后住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部门负责人是一人一间房，然后基层员工是两人一间房。但是我们老板特别看重这一点，他们觉得远离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工作，一定要让他们吃好住好。另外的话呢，我们会有专门安排班车，每周会把他们接送到那个迪拜或者其他的商场去进行那个购物。第三个呢，是每个月我们都会搞一次员工活动，就是让我们去过那个露营啊，去过航海啊，去过烧烤啊等等，我们所有活动就轮番着去。上一次活动是什么？上一次我们就是出海。大家效果怎么样？非常开心，那种感觉非常好。而在海上我们可以喝酒嘛，员工们喝啊唱啊跳啊，那种非常开心。我们还有就员工生日，我们会总经理会签名送一个贺卡然后呢送上蛋糕等等，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看你经常也很喜欢跟周围的这些员工啊，跟手下的这些人啊，给他们聊天。是，常常跟他们上课是吗？我常常给他们煲心灵鸡汤。你都会怎么煲？因为我作为年纪比他们大，然后经历比他们丰富一点的那个老大哥，有些人可能可以叫我叔叔了。那么我是非常关注他们的成长，80后90后他们个性非常强，有自己的追求，这些都是成功的一个很好的一些品质。但是呢，很多人就是由于经验问题，他可能看问题不够那么深入，他可能需要引导，或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我去跟他交心，跟他谈心，用我自己的故事，用我自己的经历跟他讲，他会觉得，对，罗总是很真诚的，他讲的话有道理，我会好好考虑考虑。那有没有员工主动找你的？有啊。罗总，我心情不好，罗总想问您一件事。有，我们下面有一个部门主管，那么他曾经呢，他特别感情用事，上一段感情经历就让他非常非常意志消沉，那人感觉就很非常颓废。就是也不修边幅了，胡子拉碴了，那做事呢也没有一精神呐、然后那个一天到晚就在发心情了，哎呀今天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怎么样，我看这样下去不行，这样下去会毁了他。那么我就跟他聊天，当时他在国内嘛，就为了处理感情问题，我说你快回来，我这需要你，先给他拽过来。对啊，他马上就说好，我马上回。真的，这个员工他对我非常信任，他说罗总，最感动我的就是那几个字，你快回来，我这需要你。然后他说从此以后我就打算了，就是说我要一定要卯着劲儿给你干。然后回来以后我就跟他煲汤了，我说你得自己先把自己强大起来，然后开始就给他提了一些很多工作上的要求。那么现在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我感觉进步非常快，他写东西啊，那个思路也非常清晰，条理非常清楚，而且那个在干工作的时候也非常注重细节。哎，我觉得不错。而且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最近又找女朋友了。应该说是爱情和事业都有收获吧。对。那么现在咱们中国城对于未来的计划是什么？作为中国城这个商业项目呢，我们现在已经想走出进行复制，在世界各地。那么现在跟我们接洽的有印度、乌克兰，还有墨西哥、伊朗等几个地方的那个总领馆，包括乌克兰我们都去考察过。那么现在在逐步，特别是乌克兰项目，我们已经继续在谈论这个合约的事情。那么其他项目我们也进行相应的考察。那么希望我们这个升级版的中国城
在将来能够在全球各地都能见到，能够为我们中国的优质产品和优秀企业打造一个全球式的一个平台，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理想吧，就是是我们虽然可能听起来比较大，但是是我们的一些理想。我们希望不再给外国人感觉中国产品就是便宜，就是山寨，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中国创造、中国制造，这个制是智力的制。那么让外国人能对中国产品和中国公司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理想。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是的，谢谢。怀揣着一颗中国心，带着中国的责任感去经营中国城，我相信罗峰说的升级版的中国城将会在全球遍地开花。